经常会有人问我们，你们是怎么做到家里有宠物还这么干净的？秘诀就是要多多打扫。萨摩耶是肯定会掉毛的，特别是换毛季的时候，家里就跟下雪一样。这个时候就要用到一些打扫卫生的小家电。机器人是每天都要工作的，最近入手了一款便携手持吸尘器，一些机器人清扫不到的地方或者小范围清扫都很方便。想要轻松的养狗，就多备一些偷懒小帮手吧。